第一次的表情都很有趣。啊，真的吗？很专注吗？那待会儿一定不能有有趣的表情。微笑，微笑。嗯。哇塞。闷要闷。哎呦，这真的是你第一次吗？闷要闷多久啦？20秒到30秒，但是其实不是看秒数，是要看它滴完它。看水光啊。看水的。还没有裂开啊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等一下。为什么要那么久啊？这是豆子的特性。真的。这是最贵的豆子了。好，慢慢慢慢的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有个十字架在这。对对对。十字架就可以了吗？不要追求太完美，好不好？开始破洞了。哦，有没有没有？怎样叫可以？就有空气那个。可以了。它就下去了。你自己看哦。按一下归零，冲到180，可以开始了。你不要再等了。耶，那个是重量吗？哦，抽到100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称哦，好有趣哦。好，就停了。停。对。这样才82哎。不是，你知道意思哈？因为你我断水啊。对，所以你就不要再，等一下。就不要补。对对，现在就不要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，因为这只豆子蛮贵的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这步骤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看着绕大圈一点，边缘的。好，速度再慢一点。我们刚刚把它停好了。刚刚到底再泡就好了，断气就让它断了，断气就让它断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首先，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。说实话，今天去上课，老师今天又要不用带你了。当老公今天哦，所以平均是断两次，有的人一般呢。好听。Good。这个吗？不是那个吗？等一下，我帮你拿。看一下，不用拿起来了。没有，还不用，不用，因为这一支哈，可以到那么底哦。对，因为这一支其实是可以的，我们需要它比较，停，好，喝看看，陈正跟史田冲的哪里不一样？你们要评论哦，哪一个是你喜欢的，不是说最好的，好，我们也要挑拨你们两个哦。挑拨的很成功。